对，借我捏一下。这是，这是什么？欸，好像差不多耶，差一倍。大家好，我是大 H。那今天呢，是我们频道的全新单元《一起练吧》。那顾名思义呢，我们就会是邀请到非常多重量级的来宾来跟我做训练。那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一位歌手，非常知名的歌手。那我们现在就欢迎他进来吧，首先。耶、yeah, ，大家好，大家好。那今天的内容，你大概知道要做什么吗？对，我要被你超爆，被我超爆。我想被你超爆，超爆。今天呢，其实我们的节目内容就是互相体验，他会先体验我的专项，那我的专项其实就是健身，所以我等一下呢会带尔轩去做4到6个动作的训练。好，那在选择这些训练动作前，你自己最满意你身体哪一个部位？看到你之后发现我没什么满意的。哎，我告诉你，最满意位应该是在脸。对，练脸，练脸，我今天练脸。我不知道哎、欸，因为像我，所以在你面前我是不敢讲，或是说你在训，我觉得我的胸练不大。练不大，我胸肌练不大。那等一下我们就先从胸开始，好，看能不能让你找回医师的感受度。可以。好，那你最满意的部分是哪里？手吧，手臂。因为胸练不大，就手越来越大。对，OK。所以要练都没练到，然后一直练到不该练的。OK OK， 好。对，那这部分我们等一下直接训练中做。好，那后面呢，我也会体验耳轩他的专项。我要教他唱饶舌，饶舌，大家一定很想看。我觉得一定要有很多英文的部分。哎、欸，不行，可以。我英文超级烂，没关系。你的歌我常常在训练中听，可是我都是一直在听那个旋律跟那个节奏。那等一下让你唱。OK，、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去训练吧。所以你平常训练的胸肌的第一个动作，夹胸，嗯，所以你已经就是飞鸟嘛，就是有在针对你刚刚讲你比较欠缺的地方感受度去做加强、因为正常来讲比较少人会在第一个动作就做单关节的夹胸，除非是你是有目的性的，不然通常第一个动作我们都会是用量组，对，但是因为每个人在训练上你的阶段不同，你要知道你自己问题去做调整，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选择是对的，先预先疲劳或者先让它充血，你在后面的训练你的感受都可以更好。第二个呢？第二个通常会去器械式的下胸推，加杠片那种。对，加杠片。Okay, 然后第三个动作是，通常就会去 free weight。杠铃或是哑铃的平胸推，这个做完会再去史密斯的上胸推，然后后面再做一点 dip， 然后结束。那我们就照着你这个节奏试试看，但是中间我就帮你做一些可能调整，对，有些调整。好，调整的方针我们就等一下跟着看吧。OK， 好，那我们就先找第一个器材是什么？夹胸，固定式夹胸。哎、欸，他刚刚是不是说想要体验你的？菜单那边的菜单，那你为什么不让人家体验呢？我怕他受伤。你怕他受伤？你觉得人家我就放轻重量做啊，好像也可以。还是你想要试试看？我记得有做哑铃吗？有，但不长，不太会。还是对，那我就放轻重量做啊。我想做你的课。好啊。好，但是你想被超爆，我想被超爆，那我就安全的让你被超爆。对，你安全的让我死这样。好，尊重来宾。好，我们的课表内容呢，因为耳轩的要求我们有一点点的改变，那就是要来尝试我的训练课表。但是因为每个人所处的阶段不同，就是训练的阶段不同，那我还是要先了解一下耳轩他的新手中的新手村、哦、没有做了才知道哦。对，因为我感觉是还不错，而且他的观念是有的，所以我觉得是从动作来看，那如果等一下动作我觉得 OK， 然后强度可以上的话我们就上，如果觉得有比较多地方需要调整的话，我们就先调整。那上强度，我们可以从其他相对安全的器材来做。那原则上今天也是安全的，尽量放。要的。好，那我们就先暖身。好，好，我们就轻的重量，你就直接轻一点没有关系，大概做15下的次数。我等一下热了，我会想脱。好，先暖身。但我很害羞。我真的会害羞。
好，你就照你平常做的方式做就好了。好，福利时间，摸到高伟轩的捏捏。好，稳定坐，很好。这个叫什么？教科书式的动作。没有，真的很标准哎、欸，没有那么扯，很不错，很不错，真的做得很标准。因为哑铃在做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你整个力线要是稳定的，不要晃动。然后力线它是在你的张力是在你的胸上，那推上去的时候也保持张力，然后不要有太快下或太快上的动作产生。刚刚有一点点是在胸推的时候，就是肩关节去做一个内收，对，跟肘关节做一个伸直，对，所以加起来是一个推。但重点应该是放在肩关节内收，肘关节伸直，它只是辅助而已。所以你刚刚在做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哎、欸，哑铃有点往外跑，再进来。了解。OK， 这是 OK 的。可是因为哑铃它是很灵活的，它是往下掉的，所以当这样的时候，你二头会需要出到更多的力去把它拉回来。球，漂亮！喂，放下来。所以不用做到那么底吗？其实因为我是才想在加重，所以我不想要你就是习惯这个范围。因为如果你的重量再重，你又做到这么深的话，就像我刚刚讲，很容易就是拉伤。在做相对大的重量的时候，其实感受度这件事情虽然很重要，但是因为大重量，它能给你感受度一定不会比你做可能十下、十二下来的好。它这两件事情是很难共存的，可是你可以在一个课表里面，就是一次的训练里面，让这两件事情都存在。那就是在前面的时候你可以做冲你的量，后面我们再用可能八到十二下，或是说做一些递减组再去冲感受度啊，或者说次数高的训练。现在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会做这个固定式器材的上胸推。那它其实蛮特别的，它是全心相对往上推，角度是往内斜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刚刚在推的时候，我希望你想的角度，它的轨道是往内走的。嗯，概念是一样，只是它直接把轨道做出来。一样，我们大概做八下力竭。好，结束直接做伏地挺身，然后抓十下力竭。做不到十下就跪着做，跪着也要把它做完。趴着做，跪着也要做完。啊、可以。好。夹紧，夹紧，夹紧，夹紧。OK， 好好，回定身。一慢，一样慢。耶、yeah, ，好球！哇哇哇！所以他现在这样子一组是修多久啊？大概是抓也是一分半，一分半。又到了我们训练影片必备的脱衣秀。准备要下一个最后一个胸肌的动作，没错，最后就夹胸了啦。好，做一个收尾。好，我突然想到，这不是一起练八吗？为什么你都没有做？对，为什么都是耳圈？要变你来练八。好，节目要换名称了。对啊，这一集是你来练八。一起练八的概念是一起带你练。对，烂烂。右手插腰，很适合比健体哦。我有点不懂。有哦。比赛。你们背都那么小。有啦，我是背骨打字。很可以。第三个动作是做固定式的夹胸，但是我们等一下做递减，递减的次数呢，我们大概抓十下力竭。做完直接接十五下力竭，所以总次数总共是二十五下。好 ，OK， 那一样在做，因为次数比较多，我们一样速度不用太快。然后等一下在做的时候注意我们的背，对，就是都是全部贴好的。好，三、五，来带进来，好胸挺起来，看前面，走，再来，来走走，胸挺起来，胸挺起来，好，挺胸挺挺胸。好，夹紧，提心慢哦，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好 ，OK。
好，直接稍微快一点，我们做15下。你常常在做，像刚刚前面的动作也是，会到底的时候，会有这种突然发力的这种感觉。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肌肉比较力竭的情况下，很容易会受伤。所以你应该是在做的时候，尽量让你身体是稳的。胸肌的三个动作呢，我们就完成了，还 OK 吧？舒服，舒服。总共没有很舒服，但很舒服。就是你在饶舌对不对？你在饶舌，没有很舒服，但是很舒服。没有很舒服，但肌肉蛮舒服。心里没有很舒服，但肌肉很舒服。OK， 那我们这个三个动作各三组。其实我觉得你的条件真的不错，谢谢。而且基础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去练你的手臂吧。还有哎，来呀、啊，手臂啊，好哎，借我捏一下。这是。这是什么、欸？好像差不多哎，差一倍。哎、欸，你是说你手臂是很少练，但是你觉得练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我的胸长不大，然后我的手一直大，这也是多关节的好处啦。就是你在做对做别的时候，它就会带到。好，但是我们就是大，还要更大，要更大，我就让它大下去，不够大，不够大才是大，大 O， 好，大 H， 大 O。我现在是迷你哦，你在笑什么？我现在是迷你哦，没有了，现在是帅哦。谢谢。我们等一下做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三头动作，但是我们就一样做递减，其实也是把它让你的三头充血这样子。等一下做的时候，屁股稍微往后推，好，只是做一个鞠躬的动作，然后不要驼背，平的，然后把手臂压在身体的前侧，不用两侧哦，是前侧，然后直接往下压。对 ，OK 吗？感觉怎么样？很爽，感觉很崩，还可以更爽一点。有足崩，足崩，哎呦，内行的哦。有啊，可以。三头的动作你会摆吗？健美动作怎么摆？现在突然开始 posing 的练习，对，像这样子，然后把它打直，有点往后左倒的。有。哎，这个。好累，练武奇才，这样很酸呢、欸。对，肩 posing 其实很酸、欸，最累。那我们今天就算是完成训练了，大功告成。训练的过程，我真的可以感觉到是有在花时间在健身上面，饮食也是，训练也是。其实原则上是因为你有兴趣，对，蛮很喜欢，很喜欢运动，很喜欢健身。原本我一直在想说，我可以像我刚刚提到，我就很多东西调整，可是后来发现是不多东西可以调整，而且强度是可以一直上的。我觉得很好玩，有种像在跟那个儿子，不是屁，还没那么大，好不好？还没那么大，还没。那有学员觉得今天的训练怎么样？很爽，很爽，很爽。我现在那个二头肌还在隐隐作痛，隐隐作痛。对，很少靠这么大重量这样子靠。好，那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到这边结束。那我接下来是要换我。对，去体验，换你来我的地盘。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录音室，没错，帮我体验一下有学员平常的工作在做什么。没错。好，好，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对于我非常陌生的地方，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感觉那个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很科技，很多东西这样子。这个透明的。这边比较温暖一点，温暖系的，对，温暖系的。那因为刚刚尔轩体验了我的专项，那我觉得他表现得太好，好像没有真的让他有什么难度的感觉，所以我这次这个时候，我一定会用尽我的全力，也做好这件事。肯定的。那我这边刚好就顺便问一下尔轩，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音乐跟饶舌的？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那个顽童来我们学校表演，所以我算是被他们启发，就是看他们在台上传达自己想传达的，然后
很帅，你就变成是自己就开始学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学、啊，因为现在网络很方便，所以这东西门槛其实很低，但是就是看天分，我们就准备开路了。重点、欸、对，你想唱什么歌？你想给我唱什么歌？我知道，那你唱那个，我有一首歌叫 Circles。Circles 很难哦、喔，很难。我真的其实觉得蛮难的，对，因为它的旋律卡在那个饶舌里面，但它不是纯唱，但你要有音调，所以很像在讲话，但要讲在音调上。就它不是唱歌，我觉得会很蛮惨。我觉得蛮帅的，真的吗？我很有信心。你有信？我很有信心。好，那我们今天就挑战 Circles。Circles。好，我们现在已经进来到录音室本体里面了。歌词刚刚也生出来了，对，我看到的时候也是流了不少汗呐、啊。不会，很少。对，我们等一下就是尝试练习第一段，对，一个 verse。我等一下就直接先，对，你先硬着头皮先唱一次，不用硬着头皮，你要放轻松，放轻松，然后 let go 这样，直接来吧，直接来喽。Going round in circles， 还在做这淡定，我。就在这个思绪已经高过半季，反复的力量登陆像在落日的漫地，十八五战局哈。我爱的 Let It Go， just one thing， you are not the perfect thing， baby I don't pay 我。我了解你的痛 ，just let go， and I found it， check。太难，这首说真的有一点难，太难。我刚刚听起来怎么样？非常好笑，非常好笑。不是我刚刚小黑去爆他爆笑，我都忍不住了。但是有救吗？我觉得有救，有救。我觉得有救，但好像要先教你念一下这些英文。好，这个是 going round in circles。Going round in circles， 反扑的力量登陆像在德诺曼地，所以他的、他这三句都是的的的的，后面就有点不一样了。对。因为如果都一样会很无聊，所以后面就要再换一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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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这首真的比较复杂，真的有比较复杂。这首真的比较复杂，因为你讲的很明确的，可是你刚刚这样子讲完啊，就是头上有一堆问号，哎，是吗？对我啦，接不太到。In round the circles， 还是故作淡定。我处在这个思绪已经超过半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的声音卡在喉头，你的嘴巴没有真的张大让气出来。Going round the circles， 还是故作淡定。Swallow one thing， you always be the perfect thing。他的拍子就是他们不肯放了我 ，I gotta let it go， just know one thing。Okay。对。Yeah， 我了解你的痛 ，just let it go， and I have to find it with it。没有，这个也没有夜好，所以他是 Cause baby I don't pay no mind， yeah， 我了解你的痛 ，just let it go， and I fun with it。认识我，再蠢的我都干过，快要二十五 ，you where the fuck my time go？ 你现在会发现你的尾音都会有一点还是收住，因为你现在是他们不肯放了我 ，gotta let it go， 就是你嘴巴没有开，你就是让气出来，他们不肯放了我 ，I gotta let it go， 就是让那个。气出去，我发现我很难进去。我来要买下一个山庄。I'ma do it, man. I'ma do it, man. 对 ，I'ma do it, man. I'ma do it, man. 像练歌这样子是本来就会反复的一直练同一段吗？我自己不太会，但唱歌的话是真的需要练，因为我自己也不太会唱歌，但主要是音色啊，就是主要表达出来声音的方式，那个质量就是口气。你已经快到了，真的很快。学习能力惊人，是这样的吗？真的是。二十五 ，You where the my time go？ Boom， 认输，再蠢的我都干过。认输，再蠢的我都干过。快要二十五 ，You where the my time go？ 对。好 ，Boom， 认输，再蠢的我都干过。快要二十五 ，You where the my time go？ 好，现在终于今天练完也录完了，然后现在尔轩跟那个录音师他们在帮我。美图秀秀一下，帮我把整个音色、音质、音准都拉到位。那因为中间呢有一两段英文实在是太难了，因为那个我英文很烂，然后加上很难在短时间内把它念顺，所以耳旋有来帮助我一下。所以等一下一听，你们应该就会马上知道是哪一段，就会听得出差异了。那就来听听看吧。
running circles 还在故作淡定，我处在这个思绪已经超过半季，反扑的力量登陆像在登诺曼底，试图把我占据，哈，他的扑克放了我 I gotta let it go。 There's no one thing You always be the perfect thing Cause baby I don't pay no mind Yeah我了解你的痛 Just let it go And have fun with it Yeah Shake that ass I lit my matches I was born badass I made my pledges 未来要买下一个山庄 I'ma do it man 把爱的人都搬到我隔壁 It's girly man 认识我在村里我都干过快要二十五 You wait up for my time go Guess sometimes we gotta ride slow Guess sometimes we gotta ride slow Ride slow ayy We going round in circles好，那今天一整天下来，其实我们都蛮累的，真的蛮累的，真的蛮累的，真的蛮累的。对，我们那个表定跟真的实际做真的是有差，对对对对，而且但很好玩啊，对，很好玩，嗯，而且重点是都还没有吃东西，对，我们等一下要赶快去功夫吃饱吃饱一波。但我觉得这整天的体验，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嗯，因为我觉得除了这个训练的交流跟这个。做音乐的交流，尔轩他私底下的人是我觉得很喜欢啦，就是很好相处。因为我一开始其实会觉得怕你是酷酷的，你话不多，那我要怎么一直塞画面？但其实我们在镜头前面，像现在或者是没有镜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都很自然，很快就像朋友了。嗯，对，所以我觉得整个虽然很累，然后时间很长，但是很开心的一次体验。对，他现在在跟你告白啦。对，没有，我刚刚一直在车上说戴姐好可爱。就是很正能量，然后也是害羞害羞的，因为我也是，我看到镜头也是会尴尬那种，所以我尴尬不能尬在一起。对，我很能体会，就是你很难做开场嘛，就是我会觉得哇，没事啊，就是我们一起放轻松就好。今天这个新的全新企划，如果你有喜欢的话。麻烦下面帮我留言，然后订阅，然后不要忘记按赞。尔轩他持续的一直在出他的新歌，把他的创作分享给大家。今天刚刚大家有听到，我有就是非常的业余的去尝试看看，这真的是你很棒，谢谢谢谢。但是这只是唱而已，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创作。嗯，创作我觉得跟练唱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完全不一样的。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个我们的全新企划，一起练吧。如果喜欢的话，你们在留言的时候告诉我，我们会有更有动力的做影片。然后也谢谢尔轩今天陪我玩一整天，谢谢，他真的是超累的。谢谢好谢谢，那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加分享。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啦，拜拜。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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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最重要。那顾名思义呢，我们就会是邀请到非常多的。停太久了吧、欸？这个拍摄有点没有难度啊。学生的那个对我来说很有水准太高了，是吗？我看起来你蛮累的，觉得很 OK 啊。好，你好大只哦！我好瘦啊！我的天哪、啊！